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29号。今天有一个人想请我帮他抽一下这个金铲铲之战。我这个模式我之前说过很多次，就是我帮别人出四分之一的钱，我帮他抽一下。这个是我的一个水友啊。然后我们，首先是想帮他抽一个这个亚索，这里有一些至尊的皮肤，其中有一个这个至尊小小亚索，他想要拿一个。这个东西是600块钱保底，我们就充一个68，这个68给64800的这个代币，还会多送3500，看起来这个超级爽。来，我们支付一下。这个苹果支付可能展示的不完全。好，完成购买了。现在我们有68000的这个代币。神话英雄至尊小小亚索来抽一下。这个是直接抽，然后它是120抽保底，但是有可能一发入魂。这个神话的这个代币的话，我们10个10个的买啊。感觉买多了有可能不太好，因为我们有可能运气很好提前抽出来啊。这里抽一下，恭喜获得至尊小小亚索的头像啊，布了布了秘星之剑啊，继续召唤吧。来，再买，这个动画做的是真好啊，水箱射击表情，再来。这个声音做的也真好，这东西感觉好便宜啊，比起我们之前玩的其他的游戏来说。那这次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大奖吗？哦，锦鲤玲珑给了一个红色的传说的，点一个立即上阵啊，皮肤就是这样子的，看起来很爽啊。再继续买，争取多帮他抽几个这个大奖啊。这右边有这个建议啊，现在这个建议是200了，建议到多少时候就可以了。哇，又给一个，这是啥？建议到好像就是600就可以了，又给了一个，这样的话它就是两星了呀。那这个运气应该算是不差的，应该是相当可以。再来抽，走你！哇哇哇！恭喜获得，怎么还是这东西？这东西难道很便宜吗？已经三星了呀，各位，玲珑三星，可惜它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战力的加成。这个又来一个新的皮肤。不会是啊，晴空，我还说是我要的至尊亚索呢。完了完了，感觉要保底了。不带这样的，走你。哇，这个界面是看着心里痒痒。腾讯赚钱还是有他的道理的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钱心甘情愿的给他。再来呀，还没有出，再搞再搞，抽一次是60块钱。10连，好便宜呢！我们好像真的要保底了，给了好多体验卡，这没什么用。继续，我们再来30抽，肯定就保底了。但不要运气那么不好吧，这个又给一个，然后又升星，这个晴空也抽到第二个了。哎呀，哇！又来一个，还是这个的三星，这个最高可以升到多少星不知道。然后500建议了，他到600建议必得这个亚索啊。我们现在召唤币不足，应该没了。来抽一下，爸爸呀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是保底了。号主，对不起你啊，来吧，最后给个保底，再多送一个皮肤好不好？买一送一，可以吧？哎呀，没有，这个建议600，之后只要再抽一次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召唤一次，最后这一次，出来吧，小亚索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动画，哇，这个是金色的，和刚才的都不一样，我的天哪！至真小小亚索神话了，看着真棒。来，立即上阵，这个最高就只有一星啊，刚才那种英雄是有三星的，我感觉一直抽还会抽到其他的皮肤啊，它可能是同一个皮肤升到三星就会有别的。然后这个号上面钱已经不多了，只剩2988这个代币，只剩29块钱了，太惨了。这个号主本来还想买一个这个竞技场皮肤再加上一个这个东西的，然后差了一点，哎呀，没有帮他省钱，非常抱歉。那这个号就到这儿吧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再见吧，拜拜。